哇，好好看啊！好好看啊，里面碟呢？啊，先第一个看啊，碟，第一个碟，这是碟，这是第一面。你确定没有卡片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呢？卡片是不是就是书啊？哦，杨夏，总制片人杨夏，杨夏小姐姐写的话，大家想看的可以截图一下，不是，你们可以暂停，好吗？我们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林海，哦，林海特别厉害，就它里面大部分的歌基本上全是林海做的。他是音乐总监吗？对对，他是音乐总监。想看的可以那个什么，自己暂停一下，好吗？哇，想看的可以自己截图一下，怎么有种蜡笔小新的感觉？哇哇，绝太高了！天哪，清这个图真的绝了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个纸质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好，好有质感。天哪！这个好看，太高清了。你是不是该给大家报一下价格？上一个口红的价格。哦，上个红的价格，嗯，哇，绝了这个！移过来，移过来，那边没看到。你对，哇，好这开也心！太高清了吧！超清版吧？哎哎呀！呀，哎呀，干啥的来着？你这碧晨，哎呀，哦，谱子。哎，咱能给个五线谱吗？你就给个简谱，是不是？算了，可能为了让更多的人，它还有这种G 调和的弦，不，G 调是，的，它还有加了一些和弦，是干嘛的？吉他，吉他，哦，有五线线钢谱，琴版，钢琴版哦，钢琴版，无机钢琴版哦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哇，这哇，个真的好好看它好啊！精致啊！你卡片掉出来了！你完了，你可能不是很开心。那你猜一下吧。那你，不是，胆大，不是，你别让我猜了，快吧，直接给我死了，让我。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呢？聂导。求求了，求求了，看的人有没有买了买多了几套，能不能咱俩换一下？求求了，妈妈呀！并不是不喜欢聂导的意思，只就是更更喜喜欢。欢。只是更喜欢肖战和那个谁，求求了，和王一博求求了 UP 主在线求了，我突然没有看这个的兴致了。嗨，别，当然不会啦，当然我们要继续啦。哇哦，这个背影，无机的词吧，嗯，这是真的词，好好看好啊！高清啊！真的，这个纸质也特别好，你能很先说一下厚。这个多少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得看一下。Let me 我 see。突然特别想买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一个很理智的人，就是平时追星什么，我不会买，就是很很贵的东多西吗？很多这但是小种，李对于这个就一点都不理智了，也不是不理智吧，因为我觉得，值得。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久没有追一个剧追到这种地步，你知道吗？所好，我以来告诉大家，这个盘呢是198，然后那口红呢是298。五支的话300，平均一支六十，五其支实不二贵。百九十八，你看，我当时我差点买了，因为它这个口红刚出的时候我就准备买，然后我已经买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付钱了，但后来不是出了那个事儿嘛，然后大家都抵制口红什么，然后我就退了，我还跟那个刚，你知道吗？还跟那个，那我还跟那个淘宝店主刚，我给大家看我跟怎么跟他刚的，你看，我还特别傻，我当时，然后我说你好，我想我说你好，能退货吗？然后说可以呢，亲亲，申请退款哦。我说受益方是谁？陈情令吗？他说亲亲，兔兔真的只负责售卖官方周边商品，我其他不知道。然后我发了个问号，然后他发了个表情，我说那退款会不会影响到呢？陈情令现在多少人退款了呢？他说稍等，我帮亲看一下目前退单的情况，需要统计一下，尽量不让亲受影响。我说能统计吗？他发了个表情。然后我说你这客服挺刚的，不会影响销售是吗？还撤回干嘛？因为他当时发了一个，什么什么不会影响销售的，怎么怎么样？然后但是他撤回了，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，我说哇你这么刚啊！
我不会影响销售是吧？那还撤回干嘛？然后他就来来来来来来，然后我说，然后我就发了一个，你刚我欣赏，你刚我欣赏你。他说好的呢，亲。他说好的呢，亲。我当时以为我就跟这个事情也没有关系了，因为当时那个价钱是538嘛，是吧？贵，好贵啊！当时我觉得还好，也不是还好，就稍微有一点贵吧，我觉得。然后但是我还是买了嘛，但是出了那个事儿之后，然后我就把它退了。谁知道马上迎来了我们双十一，哎，我花了298。98就把它卖了，289。你看，哎呀，人嘛，不要着急，知道吧？还是要等一等。然后这个陈情令的这个是不存在，198，我不知道它原价是多少，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就198。OK， 继续。哦，暴击。换个衣服。哦。哇哦，而且好高清啊！天哪。太好看了，这比我之前追星买的任何一本那种杂志的杂志都要高清。哦，哦，这好好看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那种立体感都不一样。哎，我好想好想这个当我的屏保啊，电脑屏保。可以把它录下来，然后自己发到网上。曲径澄清，这是曲径澄清。刚刚是不是少一个蓝钻？五七蓝钻的独唱王一博。真的好看，他这个真的这个剧真的用心了。嗨啊，魏无羡，小展呐、啊，哎呦，哈，哎呀，这是被打街边了、哎。这真是什么角度都帅啊，能这样吗？能这样吗？哎呦，旁边这是什么机器啊？对啊，对着他的脸。哦。这个兔子绝了啊！我真特别喜欢这个，就很温柔。嗯，死了。这是温宁小可爱。温宁小可爱，好看。温宁。温宁他这种歌叫赤子，就是到时候我们追完陈情令，就是陪小张小孙不是陪小孙追完陈情令，我们会做一个这种所有的歌都来听一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。汪卓成江城，哦，这个好可爱，好奶啊，好可爱啊。汪卓成的这首歌是恨别。你的快递啊，我们卖到了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小先放小东门吧。嗯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哈萨克斯坦一架啊，蓝大的不油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看，这个。哇哦！他什么时候穿过紫色的衣服啊？我看，他这是不是调色了？嗯，可能是因为蓝大的衣服也是紫色，可能是。然后清和绝。其实你也是哦，阿云嘎唱的啊，那可回来还是要听一听。我也是，哦，但那个卡片就是这个吧？嗯，对，卡片。啊，有没有人给我换一下？温情、温情是什么？是竹叶素、疏林。温情还有歌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看哦，高秋子，高秋子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参加101那个女孩。哦，哦，我好像这个哦，她还唱来着，嗨，忘了。那个让小孙也看完。什么？好，这梳子，哎，梳子，哎，张成。哇，薛洋这个程度，薛洋这个笑，坏笑真的是绝了啊！啊，他在这个地方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。他本来脸就挺小的，不知道为啥拍出来感那么大。哦，孤城，天哪，天哪，怎么感觉少了一点？没有，没少，没少。哦，哎呀，其实我们大家即将迎来孤城哦。陈卓璇、孙伯伦。你们知道吗？演唱的那个。
陈卓璇小姐姐就是演的这个小姐姐，那个阿青，嗯，最是少年不可欺，死追，哦，天哪，哈，金陵，金陵，哟，还有这个，我们一直忘了他叫什么的，有人还帮咱们说了一下他的名字，但是我现在还忘了，哦，蓝锦衣，蓝锦衣，永格，完了，永格知道谁了吗？谁的？师姐跟，嗯。师姐，哎呀，哎呀，月，嗨，我真的好喜欢师姐在里面的妆啊！我真的觉得比她现实生活中的妆要好看很多。易难平，哎呀，嗯，啊，我看这笑容，我突然一下鸡皮疙瘩，我的天！哇，我们这个可以放到后期了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这个视频太长了，我们可能要分成两部分放了。对。先跟大家大概展示一下，然后我们下一次有时间，我们再录一个，就是对。因为还有没？哦，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啊！好痛！是不是？啊！我磕到了桌子上。谁？你看吧。我会开心吗？可能不吧。就是有关系，大家猜一下吧。大家猜一下是有关系，和蓝是有关系的是谁？好吧，还是会揭晓的。思追，阿月，我怎么感觉还思追也还好啊？因为只要跟他俩有关系。对对对，儿子嘛，我怎么觉得他？我怎么觉得他能拼起来呢？肯定还有了。意思他可以拼，那不还有？No！这个领，这是个领吧？令，陈情令。拜，我们马上结束了啊！这个好快，我马上结束了啊！来日方长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来日方长。OK， 这些我们下次再那个什么吧。就是我们没事，大家看应该会在一个视频里看，那就是没了咯。对，没有了。然后，对，就先这样。哎嘿，连接上了。我们，你发现我们换装了吗？没有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上11点，哎，咱们12点，咱们是早上11点，我们那个还没有录完，对，然后我们继续录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，看过了吧，反了啊，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还来日巴蒂去哪了？没有啊，连接这上面，对啊，连接了，哦，连接起来。反正这个真的是很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是很值的，除了是两个卡片你不喜欢，因为它的这个质感，四追还可以吧，这个质感真的很好。哇，我觉得这个丝锥真的好帅，阿苑吗？这个双眼皮好好看，还是好像是那双，哇，超好看，贼好看。今天我还专门去闲鱼上搜了一下，大家那个小卡都卖到200-300，有事儿吗？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画，这里面有很多画，我们准备就是纯情令追完之后，然后放一个大概。就是音乐集吧，对吧？音乐集 MV 那种，然后我们最后把这个陈情令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听这个音乐，可能更有代入感，比现在我们去听的话，其实更适合一点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一趴就过去了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是我们收到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 ？Yes。然后我收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绝了，这个看这是什么。这是一个镜子。这是什么？是不是照不到？哎，可以照到吗？开个灯吧。然后呢？哇，绝不绝？我就问你，绝不绝？对，是。然后为什么他要选这张照片？他希望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他。
然后就很有食欲，而且还是肯德基。这张照片绝了，而且你关上的时候就是个镜子，关上它就是个镜子。但是我不知道他送我这个的意义在哪，因为他不能就是转换任何角度，他就只能这样。我要放在桌子上的话，我是看不见我的，我都只能看我的肚子。不，他的意义就是他只是一个装饰品，让你天天晾着它，让你晾着它，然后让你看它吃，每天就还挺费电哈。嗯。奇葩，奇葩电池，奇葩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还有我的一个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其实不算陈情令的，但是呢，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。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我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小某人是谁？小孙某人，某人 Jessica 某人是谁？得知我非常喜欢 Michael Jackson 之后，给他买了一个碟，然后给我买了一个 Michael 的碟。但是一看就是功课没有做好，但是我挑了一盘 Michael 去世之后的碟子。不是，而且这个碟子还跟我撞，因为我有什么声音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碟子 我为什么挑这个呢？你觉得这个封面好好看？你觉得这个很好看？当然好看。你没看它这个封面什么意思吗？思看到了，就是相当于有一个雨，就是类似于穿梭时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下面是没有的，它从这个东西里面穿，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，就穿越回来的感觉。你没有？这不是他的衣服吗？我以为不是，是领子吗？没看这，哎呦我天！你没看这里边有星星、银河啊什么，就是那种宇宙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真。就是他相当于他穿越回来，然后就是好像他还在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其实这个盘我有了，但是我买的是在当年去韩国的时候，然后看了这个碟子就买了，所以他买的这个我也就当做这个收藏，我就不打开它了，因为这个是中文的版本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是中文版本，我买那个是全英的版本。然后他这个不知道里面是一盘还是两盘，我买那个是里面有两盘啊，两盘，这也是两盘，这是两盘。但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，因为他只要跟 Michael Jackson 一起有关的一切我都很喜欢，所以还是感谢小孙好吗？我好好把它珍藏起来了。恭喜恭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小孙？然后呢，来小张，该小张了，该小张了。小张收到的礼物，首先，我超想要这个，好想要。那你愿意这个跟这个换吗？愿意。不可能啊！捏住我了，有事儿吗？为我捏的，无语。但我真的想换，太可爱了吧！就那个兔兔，正反都有，白衣少年的兔兔。哇，你别吐吐沫了行吗？你嘴怎么漏水啊？三次了，我要吐吐。哎呦！视频不想继续了，这个视频挂了。超可爱，我愿意跟那个镜子换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不愿意。拿着拿着走。怎么了？今天上午的巧克力是怎么回事？好谢谢。来继续。好，还有一个绝了，还有一个他也，你是不是也很绝了？这个还好吧，这要是搁在先放陈年初中的时候，我先下架陈年都可以，都可以陈年玩的。就咋你还有两袋，凭什么给我两袋？对啊，就是这是我一个说到说刚刚这个是我们小猪的小猪同学的礼物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小王同学的礼物，对，是另一个小王同学的礼物。你看放啊你！现在这个袋子是这样子的，这我如果在初中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喜欢。对，就是各种周边。好，然后我们拿出来，首先是一本杂志，然后没拆开呢还。啊，这个杂志肯定好好看，我帮你拆了。快把它拆开！我一直没有拆，我一直等着，等到现在。在哪儿？快把它拆开！在哪儿？把它拆开！拆开！垃圾桶啊！哎，不管它什么垃圾桶。哇，东西可多！天哪！什么？天哪！这东西啊！我的天哪！搞得跟 Oh my God！ 这搞得跟官方的一样，而且很高清，好好看。嗯。凭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游泳？是官方的吗？你有啊？你有吃鸡腿儿？女鸡腿儿。
Oh my god！ 你看，哎，这有事儿吗？这五个哇，这是五个，是哦，就是五个人啊。好，这书签儿，这书签儿它可以这样折的。对，这是书签儿，然后这是贺卡吧，应该是。天哪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说我初中喜欢，我现在也很喜欢。我天哪，这个杂志，你看都很高清。这杂志有事儿吗？这后面这。啊！但是这种不会侵权吗？不知道，我不懂。应该这个是那个巴莎拍的，他好像是专门买了一个就是陈情令的一个集。他好像是专门羡慕了，好像是一个集，是羡慕了。哦，好像是专门的周边的。大家看看这。这什么颜值？哦，好像是专门的。哦，人物介绍啊什么的。是陈情令专门的周边。女师姐。哇天哪！为什么？这应该是陈情令专门的周边，不然他不会这么那个什么。他不是专门周边，是吗？不是专门的，就是相当于那种小。之前我们追 XO 的就会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杂志啊，然后。里边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介绍什么 XO 每个人的什么凤凰啦、龙啦什么的，喜欢。哈，真的好看。哇，现在李若彤都有。温潮是贺鹏，然后后面是莲花屋，有无机。哎，这个照片，羡羡，拿着天子笑，你羡慕了。我羡慕了，你满眼的羡慕。哇，这是在那个厂里，还剧情介绍、剧情评价。哇，这个挺高清的，其实，嗯，就影响我看的。这些都是名场面。云深不知处已经烧了。江晨带人来救我们。哇塞，这么虐的吗？这个还挺好。哎，这好好啊！哇哦，后面还有他，还有个人介绍。江城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能睁开眼睛。好虐！后面还有个人的介绍啊，战战。哦，我特别喜欢。好帅啊！这应该现在周边画《费加罗》里面拍的吗？是吗？是费加罗，这不斯文败类风吗？特别喜欢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，王一博！现在哇，不是现在我不喜欢王一博正正经经，我就喜欢这种，我就喜欢王一博这种，你知道吧？嘿嘿。哦，我们当时还做这个仿妆来着。哦，对，送我这个人的小王呢，他特别喜欢王一博，所以呢，他接下来他送了我一个，他喜欢肖战。对，肖战，他特别喜欢肖战，你错了。对，然后还有下一个这个，但我一个朋友，不是我们学校的高中同学，特别喜欢王一博。那这里面有好多张，你要挨着看吗？我不想拆开看，我看这个视频没有什么兴趣做了，做了干嘛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记得有点难受。哦，不是，你看到不就应该很开心吗？我给你不开心，我给你一张，你展示一张，好吧？我给你一张，你展示来。然后给小孙让他收起来，看大家最喜欢哪一张。这个质感没有你那个书好。这个很软，对，这就是那种海报。啊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感觉色彩不是很匀，我递给我吗？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。还有，哎，咱配音吧，跟每一张看来。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呀、上化妆，这个看咱们有没有默契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也没背拥 抱寂寞在咆哮。这是有事吗？这个我实在想不起来。这个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呀吹呀吹不回春景花园。天哪，每一个后面还有事，每一个后面还都有签名。嗨，在那儿印的。这个我有印象，这个歌是哪来的？这好像是在一起的吧。那个灯火阑珊处等你。那什么？什么什么？看着你什么什么？那歌怎么唱来着？我在这儿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我在这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这是什么？
我一见你就笑，那那那那的太美妙，来想好了什么忘不了。小小少年很少烦恼。这我要好好想一下。I'm the bad guy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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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也可以配上。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得换一个。那首歌 ET 怎么唱来着？兴趣。那个谁的 ET？ 水果姐的 ET。怎么唱？哎呦，这你们想不起来吗？水果姐的 ET 啊。算了，咱不是一个风格。这个什么？机车 girl。这个是机车 boy。酷 guy。是一颗跳跳糖。我这不知道为啥突然想那首歌。音浪太强，不化会被撞到地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这个呢？要想什么？这个才适合那个吧。这个 ET， 水果姐的 ET。你们快点，还有还是二十多张呢。Hey time, hip time Z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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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二十多张呢，你们现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你挡住了小熊的脸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这个啊，我寂寞寂寞就好。然后他们都说哇，这么一看，这个。听海哭的声音，我望眼欲穿，看我看不到的你，我侧耳倾听，听我听不到的你。好，下一个有点想不起来了，因为这个绝对，那首歌绝对的，给大家一哼就知道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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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吗？哒哒啦啦啦 ，crazy right now you call nanny nanny the crazy right now。后面很多高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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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这首歌吗？很火的，五十度灰。我真的爱死这张，我真的爱死这张。我觉得这个又又又爱死这张了。我想是又又。哪个？这个吗？刚刚那个。啊，那个哦，跪在地上那个，呦呦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没有灵感，这个像 ET， 这个像 ET， 像那种机器人。斯文败类。那个好邪恶，邪恶的坏。啊、这个、我真找不出来歌来形容了，大家帮忙帮忙帮忙忙帮忙忙，这个。地上独惆怅，云深夜泪呀，姑苏天子下。我好喜欢王一博这个发型，这就是他那个十六年以后他醒了的，他弹的琴。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很温柔，是不是？嘿嘿嘿，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天子下哦。这还没完，这张是什么？我扶你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怎么能送人家到千里之外？你无声黑白，诉天子下。这叫什么？朋友，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。嗨，这肖战嘴上有事吗？这个荧光是吧？这个扶着肚子就很有灵性。大家想想吧，哇，这个就脑补一下好吧？这个太帅了吧！这个太帅了吧！这是你最爱吧，帅爆！而且真的，他俩当时真的站得这么近哦，是这样站，哈，真的是这样站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，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过了红尘。不是这首，不好意思，唱错了，是那首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，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哦，这个是吗？当当当当，这是精忠报国。精忠报国怎么唱来着？你问的歌太有年代感了。或者那首没有，我想到的是他那个《不忘》里面，最后那个中间那个当当当当。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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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来这个来考一下刚看完的。这个唱什么呢？给人看也倒是，好，都透过来了。你看，在灯光之下都能透过来。这首，这首真想不出来。这首，我的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厉害呀，小孙！来来来，继续。看月亮爬上来。不好意思，嗓子没好。我想念哦，这不能是不是想念哦，这是看着呢。我就这样看，不行。这一定要想出来一首，这太甜了，这个。甜蜜蜜，你笑着。甜。哎，我记得有首歌。你的心事我能记，我的快乐也只有你能记，我们就别再分离。啊，可不可以站在一起？哎，这就绝了，这没别说了，就这样。这盒里怎么办？这盒里刚拿了三分之一。这啊，这是那种手幅。哦，手幅，但这手幅也太黑了，太黑了吧？这谁能看得见？灰。这怎么该展示？这个别展示，这是什么小贴画儿？这种是做那种本儿的东西。这个应该小张比较常见，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小说，这就是一个本儿，然后里边小张满村子都是这种东西，五颜六色的。这种就不给大家看了，这种卡片儿。对，这是贺卡、明信片，都是他们的私服啊。带了吗？带了。啊，都是他们私服，但太多了。谁特别这个笔？就你就挑重点行吗？慢慢全部看，这都不用看，这太丑了，什么玩意儿 ？KTV 吗？这卡有事儿吗 ？KTV 吗？这卡是？就这张卡还能看？还有全金岭家族粉丝身份证。哎呦，有事儿吗？哎呦，像极了当时，就是还有个徽章。行，这不要，行，下一个吧。现在收起来，来放，下放。好，下一个是专门纯肖战的哦。天哪，真的这个事儿爆了。怎么你把你还啊，我刚以为你要把你的、哦、这是什么玩意儿，换一下。一个大礼盒，打过来。OK， 打开。也是小王送的哦。来。天哪。哎，你就拿出来。余生请多指教你。我看到了，我们先看杂志吧。先看这个。哦，为什么速度这么快？为什么他们这种打印商就是这种卖的这种速度好快呀、啊？来一张一张来，快点啊！好薄，哎呀好。哇，诛仙，诛仙都有，我的天哪 ！X9 的三千令。你挑的好看的话，直接给他们都看了吧，你一样的都能直接能看见。大家喜欢哪一张呢？就截给我们。哇，这张好好看，这张我没见过。给他偷走，没有见过这张。哇，哇，往上点，往上点。对。嗨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时候的？就今年了。这一套吧，哇，真的好想看他那个大背头。背风套，嗨，这个造型就略过，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，这个还行，这但我觉得它搭配的有点杂了、这个头发我真的希望战哥不要再梳了。这真的头发不好看，这还我就要挑点好看的。这个啊，这个泰国啊，这张绝了，我喜欢这个，送给你，还送给你，真的吗？立马收下。啊，这种喜欢，送我吗？
不可以，你喜欢你就留。啊！这个算了，把握机会留几张自己喜真正喜欢的。把它拿过去，收收。下一个，这是不杂志了。哎呦，嗨，小志，超开，别人看了。然后剩下的就是这种，也是红色的手幅应援盘，然后。但如果我有这些钱，我真的不会去买这个东西，我会买，对，我还买了肖战同款的 Olay 小白瓶，还有肖战同款的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洗衣液。我本来想买他同款的沙宣，但是我从小用的就是沙宣，所以就是现在就无感了，知道吗？那个沙宣。然后本来想买海飞丝，但是一想算了吧，以前用海飞丝老出头皮屑，所以就没买。哦，他其实照片跟刚才海报里的一点有一模一样啊，这个不用展示了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对，哎，真的一样，余生里面的，真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对，你看这他这几个，我觉得有钱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们出的一些杂志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说起，然后我也在网上买了他们的电子杂志。就是肖战的，然后王一博的，还有他俩的，然后都有在网上买，因为我喜欢的其实电子杂志，他们出的这种纸质版的那几组照片，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，我没有买。但是那个什么是必须买的，那个芭莎的那套，我肯定是要买的。可以了，结束。夏天，这个夏天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竟然出了更精彩，就是精彩的那一版，你们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他们给台湾啊，还有那些海外，就是泰国那些国家，然后出了一些，出了同样的陈情令，但是比咱们同陈情令要多几分钟，有精华的，就是没有被删减的。你可以把那个资源买过来，要不然咱直接就看。有精华的，有哦，他不行，还没出完呢，那人家现在才出几集，他们那也看了30多集，没事，我们之后可以看一下，他们因为有粉丝做出那种对比版嘛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嗯，超级开心。然后呢，我们考完试之后，我们会录很多存货，在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放，所以而且有可能我们回家过年就是。过完年之后，开学之前，我们可能会到彼此的家乡，然后去做客啊什么的，去玩儿，然后顺便录视频。如果这两个月中间发生一些，比如说我们需要想去录的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们也会去录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一切都是未知哦。对，然后喜欢的记得关注一。